嗨，大家好，那个优酷的网友，我是刘英超。大家好，这么长时间以来，对于我的流言蜚语已经很多，我想此次站出来澄清一下。对的，那个我是以前上的中国英皇，然后05年那届，然后不是现代音乐学院，他们现在网上有的说是现代音乐学院，是因为当时我上中国英皇的时候，老师是现代音乐学院的，然后偶尔去现代音乐学院上课，然后在中国英皇，世阳是我的同班同学，然后我们是一个宿舍的，玩得很好的朋友。所以我想说，就是说，年轻人嘛，年轻人就是都会恶搞，然后像平时玩真心话大冒险，还有的就是同学聚会，然后大家一起玩，然后可能有的时候闹过了，但都是非常亲，非常好的朋友。首先确定一下，不是同性恋。对，首先我不是，但虽然我不排斥这些东西，我不排斥同性恋也好，但是我不是。首先我想说，富二代，我从来没有自己说过自己是富二代，然后这个是。网友给我的定义，我在节目里说得很清楚了。在节目里的第一笔钱是父母给的启动资金60万，然后我拿它做股票，然后做饭店，然后还有做我自己的汽配方面的生意，把它做起来的。所以说，我觉得这些并不算什么，因为我觉得在北京买套房还200多万呢，对吧？我当时是这样的，节目当时要求带3套衣服，然后我也准备了3套衣服。我之所以没有穿那些，是因为我私下里面都是那样穿一身低调的休闲装的。我觉得又不是什么正式场合，也不是什么结婚典礼，没有必要穿那么正式、那么高调的服装。然后我私下里就是穿低调的休闲服，觉得舒服自然就好了。大家好，我叫刘云超，今年23岁。至于网上面说那件我上台穿的那件 T 恤是30、35块钱，我觉得这个挺可笑的。虽然我穿一身低调的休闲装，但是那倒不至于，一身上下是1500左右，然后那件 T 恤是400块钱，然后我说一身上下是不加首饰的情况下。但是我虽然知道，就是他们那些以前过去几期我也看过，有男嘉宾穿成那样，然后被那些尖酸刻薄的女人说是没品位，然后破衣服。但是我还是刻意这么去穿，我这么刻意去穿是因为我只想认识一个真实的女孩子，因为我很真实，所以我就要以真实的我上去。对，其实我这个人就是说话比较直，我是那种。别人敬我一分，我就会让他3分的人。我上台试着客气的去面对他们，但是你看到了，我一上台的时候，他们对我人身攻击，然后对我品头论足，非常不礼貌。我觉得他不尊重我，所以我就不必客气了。马诺为什么灭灯？我觉得男孩子肩膀宽宽的要有安全感。是吧？我觉得你挺奇怪的。我觉得男孩子身材比例好，最有安全感，最美可是观，我不是喜吗？欢肩膀宽一点男孩子，不行吗？可以啊。那谢谢。OK。刘思辰。他刚说身材比例好，我觉得他腿短身子长，我没觉得你好。那你意思是你身材比例很好吗？我觉得很奇怪啊。我觉得你很不礼貌。你有没有发现？反正是别人说话，你都喜欢去回应，强烈的回应。对，因为我们看到有些男生条件也不错，长得也很帅，各方面都不错，也有女孩像刚才那样说话，她都默默的听着，然后就是面带笑容的。我不喜欢，因为这是我自己的个性啊，我就是这样。我觉得他们太虚伪，我就很真实啊。我觉得他们那样是假装的。我不知道啊，我在说虚伪的人虚伪啊，你跟我对话说明。孟非老师下一个环节吧。我只是说，我总之来说就是我不是属于主动攻击的人，我只是见人说人话而已。这个我想强调一下，很多人说我去了是因为他们给我钱了，我觉得这个大家不用去想，因为我觉得他们只给我报了来回的路费。
然后对于我来说，我每个月的收入根本就不会在乎这些，我去的目的就是觉得好玩，想认识一些朋友，想认识个真实的人而已。是马诺，然后我对他印象是最深的，因为他嘴很厉害，但是我不喜欢。只是我对他的印象，我想说一下，就是我一开始对他的印象是非常讨厌，然后因为他前几期男嘉宾你也看到，他非常尖酸刻薄的去说他们。我想想，哎，对，马诺是不是挺喜欢宝马车的？那既然那么想哭泣，不如来我宝马车里哭泣，我觉得还不错。我们的规则是灯灭了不可以再亮起来，这是一个原则。马诺，如果我为你网开一面，允许你那灯再亮起来，你愿意吗？算了，我不喜欢比我还臭屁的人。然后但是我后来对他印象有所改观，是因为他唯一一点可取之处就是他非常现实，但他敢承认出来。就现在你知道很多女孩非常现实，但是他不敢承认出来。但是最后我对马诺的印象是他非常虚伪。至于他到底怎么虚伪，我也不想多说了。我目前开的是进口宝马三系两座的跑车，100多万的，然后还有就是平时玩的斯巴鲁啊什么那些车。然后就是我想在这里澄清一下，就是说那些就是网上说，就是说我会去违章啊，会去那些的话，会去犯法那些，我觉得太夸张了。因为我们玩车，都是私下里在赛道里面玩，像什么大的动作呀，或者是在空旷的场地里，不会影响治安，不会影响交通。生意情况，最近的生意就是挺繁琐的，然后新开了一家店，然后我投了几十万，然后他拖了几个月的时间，然后我想打官司，但现在已经这样了，我想让他们还回我的钱，然后我不想再被网上流传说是我想炒作或者怎么样。我觉得完全没有可比性，因为我觉得像芙蓉姐姐也好像那些你说的犀利哥那些，他们是就即使是他们说支持他们的人都是冲着一种贬义上的，我觉得我是一个很真实的人，喜欢我的人也都很真实。我觉得如果你再这么说的话，我觉得伤害很多人，因为我觉得我跟他们是没有可比性的，因为支持我的人都是非常真实的，然后甚至骂我的人他们也很真实，他们可能就是看不惯我这个样子，但我不会向他们低头，因为我怎么样我就是怎么样。